来吗？所以呢，男人你千万不要傻啊！野花永远没有比家花香哦。到处去捏花惹草的男人，请告诉他哦，各位朋友，你必遭天谴哦。OK， 哎，你不是我说的，祖先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安家治国平天下，没有家就没有国，没有国就没有天下，对吗？但是家要安，为什么安字物质下面一个女？家要安，就是要有一个好太太，要尊敬太太。有两个你就乱了，对还是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，家里为什么安不下面有个男的呢？如果改天那个女字就是安，叫做下面有两个，你就是可以有大老婆跟小老婆，有没有？啊，马来人的是相写的，四个啊安。所以你是华人还是马来人？所以你要一个还是两个？一个。一个，听到没有？所以如果那个，如果女人你们记得嫁过去的时候，你们做买嫁妆一定要买 iCook 的剪刀，刀起刀落身。对呀、啊，因为现在很多男人没有学传统文化，有没有？心痒、头脑痒、眼睛痒、全身痒啊。明白没有？尤其是在做我们的这个团队的事业，我们尤其在男女关系方面，我是不是要做好好来，对不对？哎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嘞，榜样嘞，明白没有？所以呢，家里要安，就是要有一个好的、有智慧的女人。所以呢，女人为什么要出来学习？我们常常讲，教懂一个男人，教懂一个人，教懂一个女人，我们教会一个民族。因为呢，女人呢，家里一家。一家琐碎事全部都是由女人决定，听到没有？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女人啊、太太很贤惠啊，各位朋友，你是前辈子、上辈子烧了很多好香啊，不美不漂亮不用紧啊，听到没有？你以为娶到漂亮的太太你就好啊？娶到漂亮的太太你会夭折下流啊？你不知道，你不明白哦。 OK， 好，来我解释给你听，要不要知道？要不要懂？同产品很容易讲的，这种三八三八的才有兴趣是。所以呢，为什么传统文化告诉我们呢？娶的一个太太呢，要懂得相夫孝子，要懂得敬客事，听懂没有？并不是天天茶的胭脂水粉很漂亮就叫好太太，明白没有？所以生到不漂亮的女人，自从听了这堂课过后就很有信心了，听懂没有？因为 at least 你不会弄到男人下流啊，听懂没有？你们听过什么是十滴血一滴精吗？十滴血一滴精，十滴精一滴水啊，听懂没有？ OK，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水啊，就是会在我们的脑里面跟我们的整个椎骨还有我们的肾，听懂没有？所以呢，早期呢，科学家发现我们的精虫跟女孩子的卵子只不过是蛋白质跟糖核酸，他说那个跟鸡蛋的成分一样，对还是不对啊？不对。最后呢，科学家又在发号才知道，原来男人的精虫跟女人的卵子的成分是跟我们的 stem cell 是一样的，就是跟骨髓里面的细胞是相等的。所以这也就是印证5000年前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告诉我们，肾主生殖，主骨生髓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肾海跟髓海是一样的，明白没有？所以呢，当我们的人的肾精一足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肾精就会上济于脑，所以人就会很清醒，听到没有？那如果这个人呢烦劳过度，听到没有？也就是说祖先告诉我们30天一次，哎，三十天一次，哎呀，这有的人还记得这样子啊，老师要修了。30岁的人 ，OK， 8天一次；40岁的人呢，15天一次；50岁的人呢，30天一次；60岁的人呢，最好不要。他讲，为什么？60岁的人，你如果还能活，你最多能够活几年？你说，是不是20-30年？对吗？但是20-30年，祖先告诉我们，去留住这点肾精去保命。他讲，听懂没有？去保住你的命。所以你从来没有看过我们古代的皇帝长寿的，3000后宫400佳丽，有没有？每一个都爬出来做早朝的，看到吗？所以最后每一个都没有长寿的，你去看古代文化历史就知道了，明白没有？就是因为劳逸过度，防劳过度。所以当一个人的肾精严重耗损的时候呢，蛋白质严重缺乏怎么办？听到没有？没办法，脑髓就要下济肾精，听到没有？所以这个
这个就叫做下流。所以中国人骂人有没有道理啊？有，听到没有？那如果你娶一个好太太，哎，娶一个好太太还好，如果娶一个妖艳漂亮的太太怎么办？听到没有？你看到她你就想下流，所以呢你一天就八次，不夭折啊，明白没有？一定夭折的，夭折就是短寿，听到没有？所以最近很多你看到报纸啦，年轻人啦，睡睡一下休克啦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年轻呢很早呢就夭折，这完全都是跟他们的这个防老有很大的关系，听到没有？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再也没有人像我们这么讲这种传统文化，很多人只受西方医学，西方医学讲没有事的，补补两颗鸡蛋就好，这样容易啊。听懂没有？没有看到人家吃鸡蛋吃了120岁的，吃鸡蛋你吃到50岁你就心血管阻塞了，听懂没有？明白没有？所以还是要学会传统文化，对还是不对？明白没有？要不要给我们祖先一个掌声 ？OK， 好，来，所以。